利未记第五章一节，若有人听起咒诅的声，伊本是见证，却无将所看到的所在的讲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伊就担当伊的罪孽。迄是有人蒙到无清气的米，无论是无清气死的兽，是无清气死的精神，是无清气死的汤瓜，伊却唔知，因为安尼正做无清气就有罪。三十，也是伊蒙到别人的无清气，无论是擘到虾米无清气，伊却唔知，到一个知就有罪。也是有人嘴随便咒诅，讲做歹做好，无论人伫虾米事随便咒诅，伊却唔知，到一个知就到伫遮个其中的一项有罪。五十，伊有了罪的时，就到承认所犯的罪，也到因为所犯的罪，将伊包过失的罪的精神，就是羊群中的某羊，也是一只羊啊，也是一只山羊，看到耶和华的面前做赎罪祭，论到伊的罪，这是得为伊赎罪。七十，伊的亏力若无够通献一只羊啊，就得因为所犯的罪，将两只斑架，也是两只分鸟仔仔，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做包过失的祭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祭，将遮的带到祭司遐。这时就到大声献一只赎罪祭，对鸟的颔棍准头，总是唔通将鸟拆断。九十，也将遐赎罪祭的血绣伫单边，所剩的血就落伫单脚下。这是赎罪祭，伊着照例献第二只做烧祭。论到伊所犯的罪，这时着为伊安尼赎，伊就要得到赦免。十一节，伊的亏力若无够通献两只斑架，也是两只分鸟仔仔，就着因为所犯的罪带礼物来，就是油的面粉，依法十分之一。为赎罪祭，毋通加油，也毋通掺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十二节，伊着将礼物带到祭司遐，祭司着出家己的一粒来做纪念，照献了耶和华火祭的条例，烧伫坛顶。这是赎罪祭，论到伊伫即几项事的中间所犯的罪，这是得为伊安尼赎，伊就会得到赦免。所剩的面粉，拢归予祭司，甲素祭一样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人若伫耶和华的圣密错误犯罪，有了过失，就得照你所讲的，照圣所的下刻力刻印。将宝贵食的精神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无下注的甘米羊，牵到耶和华的面前做宝贵食的祭。佮伊因为伫生命的错误得赔，另外加五分之一，拢予祭司。祭司得用宝贵食的祭的甘米羊为伊赎罪，伊就要得到赦免。十七节，若有人犯罪，行耶和华所吩咐唔通行的什么事，伊虽然唔知，也是有罪，就得担当伊的罪，也得照你所固定的价，对羊群中牵一只无下注的甘米羊来，或这是做宝贵事的罪，因为伊无意中犯错，这是得为伊赎罪，伊就会得到赦免。这是宝贵事的罪，因为伊伫耶和华的面前实在有过失。